心月荡，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载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追呀追呀，我的骄傲放纵，追也追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追呀追呀，我只将害怕，我追也追呀，我所谓全球华人金牌互动求职节目《直男直女2019》资格赛第五场，前四场比赛已经有七位选手成功晋级。今天的四位选手当中，谁又会笑到最后呢？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位呢？答案仍然将由十六位专业人力资源媒体人组成的海选嘉宾评审团以及老板导师们共同揭晓。规则：获得老板导师团两张通过票的选手晋级资格赛。老板团导师弃权，评选团投票，复选及决赛观众投票。阿妹作为中国时尚的新力量，也代表着中国时尚界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地方。我们欢迎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加入我们，和我们共同成长。你好，我们是上海元熙影视公司。 We have contact as our core. We are a pioneer group company. 我们欢迎所有的选手加入我们的公司。 Good luck。欢迎收看爱奇艺第二季《直男直女》，我是主持人吕小兰。我不按台本来，怎么了？台本来怎么了？我不按台本来，怎么了？怎么了？我又失恋了，又失业了，换你比不上啊！丁亦可，出生之前，我爸说无论男女他都喜欢，可结果生了我之后，他就说了一句：“女孩也行吧。”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26岁，吴江经济学院毕业3年半，失业4个月，家里没有人得绝症，我也没有出过什么车祸。本来觉得真人秀就是骗人的，可他们跟我说进了复赛就能拿到2000块的通告费，于是我就来了。我是石头还是钻石，得取决于您给我多少工资啊。你说你之前是被裁员的，说说具体原因吧，是工作能力不够还是无法适应工作强度？我以前那公司就在微软隔壁，那个地方所有员工没有一个不是业界牛人。后来微软关闭了手机业务，突然一下子裁掉了好几千人。那么您告诉我，是他们业务能力不行呢，还是不愿意加班呢？你刚才说你毕业才3年半，为什么你的履历上写着工作有5年经验？我每天加班4到6个小时，节假日无休，用小学数学算出来的。
险一金加班工资，难道跟您谈梦想？贵公司高管一年离职率在37.85%，您让我先奋斗3年再说。可3年之后，没准儿您早就走人了。恭喜丁亦可。我讨厌时尚。骗人花大价钱，把不怎么样的东西套上一层虚假的壳。放几滴玻尿酸，却说是深海珍珠精华，卖个天价。女人上当也就算了，男人居然一样蠢。对不起。就是他，你骗我！明明就是你妈嫌我是外地人，我在上海没有房子。我这儿只有1500，亦可，实在撑不下去就回老家算了。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想办法在上海留下来，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让林思贤后悔。可那个女人是钻泰的，还是从英国留的学，你怎么跟人家比啊？这都怪那个林思贤，你对她那么好，她简直不是人。说的就是他，我特别喜欢他毒舌风格。是啊，我才看了一期我就路转粉了，是吧？那么您告诉我，是他们业务能力不行呢，还是不愿意加班呢？你刚才说你毕业在3年半，为什么你的履历上写着工作有5年经验？我每天加班4到6个小时。我叫丁亦可，今年26岁，毕业于吴江经济学院。我希望找到一份能够让我……你以为我是神仙？我就是个主持人。真人秀，观众为你投票才是王道，对吧？姐姐，你真的应该看看真人秀了。真人秀啊，就是，要不然你就怎么作怎么来，对吧？要不然你就怎么丧怎么来，哭会不会？哎，或者你怎么拽怎么来，反正你得有特点，要不然观众记不住你。对，我能干嘛呀？我也就是多问两个问题。然后你们就看到了现在的我，别说，这种毒舌范儿我越演越适应，总比以前傻白甜的跟林思贤谈了7年恋爱，还被踹了的那个我强。他是不怎么样，可要是我第一个 NES 送他进决赛的话，就能增加 MA 在网络上的热度。所有的事情。要么做第一个，要么做最后一个，中间的，没有人会记住。先不跟你说了，我有电话进来。小齐啊 ，Hello， 老爸，怎么了？我在医院。你在医院？行，我马上过来啊。纽约当地时间9点，世界三大时装集团之一的凌云集团宣布，
每天加班4到6个小时，节假日无休，用小学数学算出来的呗。你说你之前是被裁员的，说说具体原因吧，是工作能力不够，还是无法适应工作强度？我以前那公司就在微软。亏啥亏？那个地方分都分手，所有员工没有。突然一下子裁掉了好几千人，那么您告诉我，是他们业务能力不行呢？哎，妈，你为什么一直不喜欢他呀？我没有不喜欢他，我只是没办法接受一个外地的媳妇儿。俺爹娘就算了，家里条件一般，对你一点都没帮助的。妈，我们都还年轻，而且我跟他的能力都不差，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我问你啊，他父母以后老了，要不要到上海来看病？要不要住女儿家来养老？你要是跟易可在一起啊，亏侬啊，隔一辈子都住不回市中心来了。文文就不同了，因上海小囡，在公司啊，钞票还是老多的。还有他舅舅是基金经理，你也是干这一行的，将来啊，肯定能帮得到你啊。各位，到底谁能获得爱奇艺直男直女第二季总冠军呢？谁能够拿到价值20万的年薪合同呢？我们掌声恭喜丁一可。恭喜恭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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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一可，恭喜一可，来来来。在整个决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三位评委都给你亮了 yes 牌。也就是说，接下来是你反转的时间了。那么，你的命运将要交给幸运轮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恭喜阿妹，恭喜一可。可以去爱奇艺吗？那个我对时尚完全不感冒。看镜头微笑不可以。他们都说直男直女改变了我的命运，可好运难道就是硬塞给你一块你最讨厌的蛋糕吗？对不起，我想要放弃。你哪有资格？你已经一无所有，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弃？那我要去公关部。你好，我是来报道的。李总监好。把我刚刚发你们的文件打印10份给采购部，通知他们10点钟开会。嗯，好的。哎，早啊，雷总监。我才来7天，你迟到3回啊！把他的考勤表发给人事办离职吧。好。哎，雷总监，雷总监。哎，那个你好，我是来报道的丁一可。谁让你把他招进来的？不是您说多亮 yes 能增加咱们阿妹的？我只想请我当嘉宾，没让人替我做决定。公司都换成别人的了，你说你啊，招那么多废物进来干什么？
谁呀？杜先生，五分钟后采购部要开会。雷总监，这里是公司，请叫我杜总。小杜总，那一会儿您来吗？我很忙。没关系，我也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雷总监，你既然这么有礼貌，别忘了，现在公司还姓杜。目前还姓杜吧？他说什么？好男不跟女斗。公司高层空降下来这么一个女人，到底是想干嘛呀？她算女人吗？杜总，那丁一可自己看着办。好，好的。三个月的补偿，已经是我全力为你争取过的。我听说你也不太喜欢时尚的。完全可以再找其他新的工作。再找新的工作的成本肯定比三个月的工资多。六个月给我，我立马走人。不可能。那你要不要算一下，如果我把尔妹在节目过后马上毁约的消息报给媒体，那这危机公关费我们得付多少？那就先留着，等这个丁一可参加完入职培训后再说。所以从今天起，俺妹原有的采购部就此撤销，重新设立新的买手部。雷总监，虽然你这个商务部总监统管整个销售系统，但昨天我在邮件里面已经明确答复过你，部门的设立和撤销必须通过董事会，你一个人说了不算。总部派我过来就是帮助俺妹脱胎换骨的。怎么也得从牛肉锅贴变成黄油香煎小肥牛细面饼吧。如果小杜总你要不同意的话，那我只好向总部申请董事会重新改选了。总之采购部不能撤，那就增加买手部。采购系统人数已经饱和了，那就裁掉一部分采购部的人，我们买手部至少要有十个人以上的配置。最多三个。七个。六个。成交。通知一下人事部，明天会由我招进来的买手办理入职。采购部这边如果有员工想转职的话，可以发自己的简历和今年的工作简报到我的邮箱。就这样吧，散会。走吧。买手？买手是什么呀？毕竟他是总部派来的，现在没必要去和他硬碰硬。是我没用，打了半辈子的江山，却输给了外贼。爸。别这么说，不过这事儿不是我不能忍，只是想开点吧。这两年整个行业都不景气，凌云进来也好，至少可以解决我们资金链的不足，用软被子当硬刀子是现在唯一的办法，我们家只能靠你了。你放心，爸，交给我吧。大家可以看一下 PPT， 这几件款式呢都是我们公司近几年的人气款式，这上面的每一件款式都创造了破百万的销售记录。资料在你们面前，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们都有些行业内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大家既然来到阿妹，我想听一下大家为什么要来我们阿妹。我来阿妹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的香奈儿，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一起实现这个愿望。嗯。丁小姐，你来阿妹的原因是什么？挣工资养活自己啊。还有呢？没有了。你这样子想是不对的，你必须要热爱这个行业，所以你一定要把心思花在……是每个人对时尚都充满兴趣的。丁小姐，你可以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吗 ？OK。我希望
在座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对未来怀有激情和梦想。连电影里都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的话，连咸鱼都不如。超市里的咸鱼也要几十块一斤的，没工资谁买得起啊？丁小姐，你这样说话就是完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负责任。老师，我觉得实话实说才是对自己未来负责任吧。想当中国的香奈儿，可能吗？哦，对了，我的英文名也叫 Coco， 来这公司之前也恶补了一下他的资料，人家可是设计天才，交的男朋友也不是一般人。我们要有这本事，还在这打什么工啊？合着假大空才招人喜欢，挣钱养家这种大实话，就成了皇帝的新衣了。让那个丁义可不用参加入职培训了，直接去买手部报道。也该让我们这个雷总监好好头疼头疼了。杜总说的没错，比起公关部，你真的更适合买手部。我已经说了，合同上写的哪个部门，我就去哪个部门。公司内部调度也是很正常的呀。不是，小姐姐，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就能互相体谅一下嘛。再说了，买手部真的特牛，比公关部强多了。不信你看。谁有资格在高定时装周坐第一排呢？不是设计师，不是穿 Prada 的女魔头，而是时尚圈里最有话语权的买手。设计师创造的是艺术，而买手则负责打造整个时尚界的潮流。他们犹如猎手，捕捉最新产品，他们的品味绝佳，最挑剔的顾客也会赞赏他们的眼光。这些头等舱常客手握上千万的订单，衣着光鲜，态度傲慢，指点江山。真的是设计师，这当买手比当公关经理还牛。我要是骗了你，我这辈子挤地铁都没座位。就是那个。雷总监，这位是新来的丁小姐。雷总监你好。什么下兵蟹将的就往我这儿送啊？当我这儿收容所呢？不要。杜总说了，丁小姐是他从直男直女节目当中精心挑选的精英，精兵嘛就得跟着强将。他自己喜欢怎么不自己留着？岂不是为了支援咱们新设立的买手部吗？他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买手呢是吗？他知道一个贝尔需要的基本素质吗？他下过生产线吗？他知道什么叫市场营销、数据整合、竞品分析吗？与设计师怎么打交道、怎么和门店做培训他接触过吗？这屋里有多少件衣服是大地色系的？我手上这个包是弯鳄鱼皮还是密西西比鳄鱼皮？它能区分吗？什么是 Markdown， 什么是 OTB？ 我敢说 Amay 的老员工都没几个人知道，更别提这么一个 fresh girl。15。如果你说大地色系就是指米黄跟棕黄的话，那么这里一共有15件。军绿卡其也算上了吗？不算丝巾跟包包，军绿色6件，卡其色0件。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咨询公司分析员 ，Markdown 是折扣率 ，OTB 是采购限额表。我虽然现在还分不清楚什么是鳄鱼皮，什么是蟒蛇皮，但是我以前做企业改造的时候，跟老板去过服装厂，知道什么是数据分析。如果我想知道你我他，我们三个人去年的销售额用 Excel 的什么函数？VLOOKUP， 不过我更习惯用 SAP。 你以前的工作和时尚毫无关系，为什么会想来到阿美？我失业又失恋，已经无路可走了，所以我想赌一把，改变自己的人生。赌一把？你当我们开赌场？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博弈，
就好像买手是靠数据分析来做决定，同样，打牌也是靠记牌来算概率。而且时尚潮流随时都在变，买手在通过自己判断做决定的时候，难道不是和赌神一样，买定离手，落子无悔吗？对对对，网上不是说了吗？买进离手，错买不救。给他安排个座位吧。好的，雷总。谢谢雷总监。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丁亦可，不亦乐乎的亦，非同小可的可，不是阿猫，也不是阿狗。等你先能留在这儿，再慢慢强调你的存在感吧。他的意思是我还未必能留下来。哎，现在收了你已经是破天荒了。你是不知道啊，他是凌云收购咱们耳妹以后上头空降下来的，刚上任第一天就开会说，耳妹人力资源结构臃肿，我手上这个裁员计划呢，各部门请自觉人力。就这么一句话，公司一周之内五分之一的员工直接就……看来杜总送我过来还真是好心呢。哎 ，Jessica， 这位是新来的亦可，麻烦帮他安排一下座位。亦可，蒋杰，安静点，安静点，好工作。啊，你跟高中时候一模一样，简直一点都没变。还说我，你这才是大变身呢！哇哦，我刚刚一看还以为是哪个女明星呢。讨厌。可以呀。哎，我记得你打小就不喜欢花呀朵呀穿衣打扮什么的，怎么也跑到俺妹来了？你不爱看电视吧？啊，天天都在加班，回家还得伺候唐丽那只猪。哇塞，哪有那个精神？结婚了？快了，在看房子呢。牛，你呢？结婚了吗？买在哪儿了？哎，像我这种银行密码比存款还多两位数的单身狗，也只配合租了。我跟唐丽现在也算是合租了。总之，你现在来了就好了，以后有我罩着你。再怎么，我也是在这采购部混了五年了。要不是因为……本来下个月就该升副经理的。现在没像佳佳他们被裁，就已经阿弥陀佛了。你是主管，他一个空降来的，想要坐稳江山，肯定得左手踢右手拉呀。他把你留下来，肯定是要用你的。放心吧，干得好，升职妥妥的。可以啊，你不愧是混过咨询圈的。那小的以后吃香喝辣的，还得靠您啊。得嘞，快快快，有什么资料赶紧甩给我，我刚刚在里面狂吹了一通。这心里啊，其实一点底都没有。对了，这买手跟采购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没区别，被人翻译过来不就是采购吗？干的都是选款下单的活啊，非得弄个洋名才叫国际范儿。人家六六为什么不叫六雷啊？香港拼音。他说话一点广东味都没有，多半是个冒充的。这都什么年代了，他非得以为是香港人才吃香啊？你怕什么？他又管不到我们财务部，这才刚来几天啊，就搞得腥风血雨。我们总监啊，早看不惯他。哎，你不是有个供应商也在给您的23K 做 OEM 吗？要不打听打听他底细？下班了，我再看会儿，先走吧，拜拜。拜拜。烟灰，青灰，月光灰，炭灰，烟灰，月光灰，青灰。啊！啊！你们谁能看看这些破布到底有什么区别？嗯哼哼哼。啊？
通知这些人明天9:20过来开会。哦，好的。下班吧，顺便给自己买几套像样的衣服。咱们俺妹再不入流，好歹也是家时装企业，你穿成这样简直有碍观瞻。我这个衣服也是修衣坊的。时尚业有三层鄙视链，高定鄙视 MTM，MTM 鄙视成衣。像你这种秀衣坊这样的快时尚，连被鄙视的资格都没有。买手是买衣服的，自己穿什么有那么重要吗？乔布斯一年四季还只穿牛仔裤跟黑套头衫呢。他的黑套头衫可是 EZ 米亚给的定制款。扎克伯格倒是穿几十块一件的 T 恤，可是人家愿意花3000万美金去请走他那间只值600万美金房子的所有邻居。如果这个道理你都想不通的话，那么我建议你要么圆润的离开，要么英文名也别叫 Coco 了， Puppy 或者 Hello Kitty 更适合。我会当好买手的。动画片看多了吧。差不多就行了。我不要你管，走开。我是不想管啊，可是你影响到别人了，是不是？对不起各位，我昨天刚被裁了，刚刚我又失恋。你们可以理解一下我吧，谢谢了。看见了吗？这就是现在的你。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觉得这样的女人楚楚可怜，只会觉得她又可悲又讨厌。能不能有点骨气啊？能。包。
原来激励了我那么久的东西，在别人眼里也只是个笑话。可是我偏要这样，要从泥潭里爬起来。我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看我？来，各位，如果你们是阿妹的买手，会给这样的衣服下订单吗？我应该是不会的。这件衣服的颜色对亚洲人的肤色不是很友好，我觉得顾客可能不太会喜欢这种老气横秋的感觉吧。而且用这种卡通 T 恤做内搭，显得既没质感又没品味，简直就是场灾难。嗯，我同意，这种颈轮的面料容易起静电和毛球，客户体验不好。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粗纤的。自己的衣服都选不好，还想替别人当买手？我给你5分钟时间，去样衣间选身能见人的衣服出来。如果还是这么惨不忍睹的品味，你也别要什么试用期了。跟去。我来了，一可，一可，啊，快把你这碍眼的创可贴给撕了。你快帮我看看我穿什么呀，一可，啊，穿这件吧，比较保险。好，好，好。哎，我知道了，我要那件。你们都认为自己是买手，可是在我看来，你们不过就算是个采购员。下单跟单这种低脑力的行为，连高中生都能完成。真正的买手需要决定整个公司的生产销售链。不过没关系，目前国内本身也没有几个真正的买手，所以我会给你们机会。这是接下来的工作安排，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向我证明你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实力成为买手。评判标准只在我一个人，也没有1、2、3、4、5的排名，你们面前的路只有2条，要么走，要么留，明白了吗？明白了。文件都发到各位的邮箱了，散会吧。你还真挺适合阿妹的。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时的清晨与傍晚，静看光阴荏苒，借我阴阳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